颗粒，我觉得派蒙比较适合我，说实话。是吗？对。这是颗粒。这个简单。棒！哎，嘿，棒！对吧？随便来的。什么？刚才是你发出来的声音吗？对啊。哇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一面。说吧，你自己一人在家的时候，你到底玩的有多花？没，我第一次听到你用，我才第一次听到它什么声音。哎，那你能喊一句"蹦蹦炸弹"吗？蹦蹦炸弹。对，蹦蹦炸弹。什么样的感觉喊的？就蹦蹦炸弹。你这个示范准不准确啊？60%准确。哎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我开个大招，你看看你能不能听到啊？哦、no。哎，3、2、1。火力全开。好，知道了。火力全开。好像啊，干。嗯。你说吧，你配音演员生涯，你到底配过几个女性角色？这个期待一位某位爸爸是那个发现我这一面，那个目前那个还那个处于隐藏技能，嗯。弹起来吧，弹起来吧。哼。来，再来一个。什么？呜哈！再来个！哦，蹦蹦炸弹！哎，没这个不太啊、这波不太好、啊。你再有点元气，有点元气感。蹦蹦蹦啊！蹦蹦炸弹！蹦蹦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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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你自己笑个屁呀、啊！来什么？笑什么？我当我当什么？笑什么？等一下，再来啊！我再扔一个。再来！嘿呀！哒哒哒！对，你就配哒哒哒。哒哒哒！就他跑的时候特别开心，所以，哎，你听到了吗？哒哒哒！这种。呜呼！嘿嘿！棒棒炸弹！好了，咱们结束这个，快点结束这个环节。爸爸了，谁要登场？你前头那么温柔，为什么后面变得那么猥琐呢？哎，这个那个没有憋牢，不好意思。你不会要我？行了，咱们先别整这个好吧？大舅舅病了，二舅舅巧，三舅舅在要，四舅舅熬。什么？大舅舅病了，二舅舅巧，三舅舅巧不巧，四舅舅熬。是这样吗？哎，钟离行吗？钟离简单吧。钟离，我不敢造次。那个是导演，是导演的角色。哦。天动万象。